Mari kita sambut Jenna Wensia.女士们、先生们，今天我将在这里向大家介绍一个特别精彩的概念——垂直住宅。当世界上特别需要空间和土地，垂直住宅成为一个最伟大的创新。大家好，我叫张文霞，今天我演讲的主题是垂直住宅对业主的价值。 首先，不像食品住宅，垂直住宅提供无数设施和服务，而且还特别近。我们的先进垂直住宅强调便利性，作为业主，这意味着房产价值的增加，成为一个很有回报的投资机会。 但是，垂直住宅不仅仅是为了财务收益，因为它还能够创造一个环保的生活，一种安全、团结的感觉。想象一下，在你的未来，你可以住在一所如此舒适又美丽的房子，你可以为你的家庭、孩子们 提供一个理想的生活，这么完全的家当然存在呀。让我们举个最近的例子，波多摩罗设德里米兰拥有多花样的设施，并有很好现代的建筑设计，成为第一个采用综合概念一站式生活、 工作、购物，所以呢，纵横垂直住宅为更光明、更紧密的未来做出贡献，为业主带来了一种自豪感。那让我们把握这个机会，在一起创造一个更完美的生活。我是张文霞，谢谢大家的聆听。 张文霞，大家好。好，那今天你就是比较有一点紧张呀。对呀。<笑>不过还是很好的。那如果我来建议呢？我觉得，因为你现在说的一些垂直住宅，比如说你要说的垂直住宅什么，你也可以准备一些画面，让人家一看的时候了解你在说的是什么。好的。不然的话，很多人也不明白什么是垂直住宅，对吗？ 那你也是可以跟观众有一些互动，比如说让他们有一些思考的空间，发问一些问题，好的，那会让你的让别的每个观众都能够和你有更加有连接。嗯，好，谢谢，非常好，谢谢老师。